西坊二圣可是与道门三圣圣母女娲并称道祖门下六大圣门弟子，不过与其他四位亲传不同，结婴真体只算近门弟子，这才被分配到了贫瘠的犀牛贺州。据说结婴真体当初为了成圣，曾发宏愿要振兴西方，打造世间净土，于是创立西坊教。如今道门三教日渐鼎盛，西坊教却因为地处偏远，门下人丁稀少，与道门的差距越来越大。西坊二圣便开始推行广结善缘，招贤纳才的策略。但西坊教弟子不远万里来到南赡部洲，对付一个刚刚出现的妖怪，时机会不会太凑巧了点？ 最后一定要被我降服。原来都是一伙的，这余妖就是西坊教豢养的大妖。西坊教一边养妖害人，一边派弟子表演降妖除魔的戏法，就是为了吸纳更多门徒，壮大西坊教。这可是两教之争，涉及西坊二圣和道门三圣一共五位圣人，好大的因果！我多洗劫，我得赶紧溜，千万不要回头看。 圣人老爷，不，不相信海神大人，他一定会救我们。救救我们！西坊二圣，救救我们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孽障胆大包天，西坊二圣在上，请赐予禀道力量。
我贱，我本来就不是好人，不应该掺和这些是非。是那个女孩太天真了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儿子，放开我们吧。永不相见，莫再转生。